赶快禁止韩哥，谢我韩哥，大货，好，大货，现在做大货，赶快韩哥，稳住，等会我帮你抄，他偷塔了，赶紧张哥，我先抄鱼群们，大货大货。我先学猩猩叫啊，好了，学大猩猩了，学大猩猩唱着跟山进去啊，好，你注意安全哦大哥，好嘞，我抄鱼去，你让他们整会儿，时间不到了呀，哥，再整会儿。大货兄弟们，早点样啊！干嘛呢？这是。哎哎。还挺秀的，还挺秀的，是吧？你把杆子放起来，走，走着。哥，你快给我们整会儿大鲤鱼！鲤鱼，大鲤鱼，大鲤鱼，大鲤鱼巨物。哇，怪不得。不看鲤鱼，我们就看大鲤鱼。多大的线？他这不就是三百多人呢？感谢我姐，嗯，妈。好的，你刮吧，刮吧，啊、你刮刮吧。啥？等你学大猩猩哩？我学完了。学一个。我学完了。学一下。再学一下。学完了。小子，能偷塔可不意思了啊！你别说姐姐，你偷塔真专业呀。大装了大鲤鱼，五斤到八斤。好了，哎，好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跑了，哎，鱼还在，鱼还在，鱼还在，哇，哇，大大鲤鱼，哇。这大鲤鱼，稍等一下，兄弟们，超级大鲤鱼，鱼竿都搞断了，哦，我操，鱼竿都搞断了，我操，牛逼，真的，刚才打桩了，刚才打桩了，大鲤鱼，等我带兄弟们去看一下啊。